啦。ASPA 近日在台湾举办了签售会，来与粉丝们见面。当中 Corina 能读懂中文被大赞时，还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老师呢。接下来请 Corina 先亮相。最喜欢的水果有没有感觉？他亮的非常棒。最喜欢的水果，我的老师，我的最喜欢的西瓜。另外 Winter 也有在现场学习粉丝们说话，再加上此前在香港的签售会， Winter 近期真的秀了超多中文呢。大碎了，碎了，碎了，塔雷达，塔雷达，江一凯，碎了，西瓜，班赞，西瓜，塔雷达，西瓜。笨蛋，不是笨蛋，不是笨蛋，打死了，是小狗，是小狗。